开始啊，这里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卡扣，用一个一字刀把它顶到位，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它是活动的，你把它撬上来以后，把这个活动的往里推到底，它会卡牢这个，你看到吗？它会把这个卡牢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上这个门把手了。啊，这样上完以后，就用把这个门把手往外推，往外推。OK， 看到没有？就锁好了。然后我们再把手心上上去。这样就算好了。